乐学系的理论出发，以敦煌壁藏经洞中发现的古谱和古丝绸之路上留下的佛教洞窟中的壁画、雕塑和古文献资料中还原，依据古乐旋律节奏精心编配，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现大戏倾力演绎，数字媒体学院师生的多媒体数字营造加持，高度还原了1200年前唐韵之曲、唐韵之乐、唐韵之美，以更学术的态度来谱作了一场教科书式的中国唐代的音乐盛会，重构唐代丝路乐舞，再现中国早期音乐，回望千年历史面影。丝路之乐，唐韵回响。